肯定是能坚持到这五年时间一直用，其实确实是在这个交通这一块，在这个人口上，说实话确实是对这个表面上的口感上确实是可以。行，非常感谢大哥这些年来一直对巧克力这个支持，希望呢继续我们当然了把产品做得更好。